一只要150都行下先。我谂就系买埋先啲嘢多啲嘅啦。飞机度，细机场嚟噶啦，好似槟城咁啦，唔好 expect 咩啊？大过槟城少少咧。劲过平时便利啦，我记得。官反对就反对，亦一心要撑下去。遇上在病态社会里，哇，有好多假 A 车。毫无惧色冲上去，谁强辩谁抹黑，谁话我冲击很不对，然而万众期在这里。6.5 hours later但是唯獨是在我落機的時候被嚇到呢，不過都 OK 啦。AHA 的 Captain 挺專業的， OK 啦。總括來說這個行程是都是有心啦，都是開心的、yeah. 人浪中高呼不撤不退，200年後一講起香港不倒，谁人不服气？调查或者慢了也过10年，仍然未死气。热血何无是生死？将荆棘满途全担起，这战士很悠长，下决心打到尾，打不死。当公理被撕碎，未反击哪会后退，全凭着来成与骨气维持肉身撑过去，和平地共挽手来做我自由的依据，同路在这建立堡垒，为着不刻想尊